知道这半年多大家过得怎么样，反正我过得真的是堪称悲苦。像我曾经引以为豪的两重身份，老师和演员。作为一个演员呢，这半年多演出停滞了；作为一个老师呢，偏偏教的是出国留学考试，这个国特指的还是美国，于是也停滞了，收入也停滞了。我学生猛然发现，原来自己不学习倒霉的居然是童老师。我还不好训斥他们，我说用点心啊，给谁学习呢？给我学呢。小苏打一抬头说，老师不然呢？我感觉我现在内心都变得愈发的阴暗。像今天这种场合，我要是在底下，我一定会先在豆瓣网上发上一个同城活动，约上170多个好朋友就相聚在这里，不约而同冷冰冰地盯着台上的演员，就看着他们一个个容光焕发地走上来，神情落寞地走下去。 Live your fucking miserable life。 我要是想到晚上能有这么一出，我白天工作都得更有干劲了，我得赶紧结束这忙碌的一天。晚上来到这个将进酒，小酌上两杯，再顺手摧毁几个年轻演员的梦想。摧毁一个单口演员的梦想真的是太简单了，是吧？单口喜剧演员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、屁事最多的职业。你不知道我们办这么一个比赛有多费劲，就怎么都不行。说你开场吧，说哎呀，开场可不行啊，压力太大，观众情绪还没起来呢。啊，压轴啊，压轴也不行啊，到时候观众都笑累了，情绪早都过去了。放到中间好像有点忐忑，前面的演员炸了自己接不住，前面的凉了更完蛋，无力回天。那个场地也都不顺心，宽阔的场地不聚气，聚气的场地没有舞台感。今天好啊，将进酒又聚气又有舞台，到这儿一看说哎呦，这舞台是不是有点太高了，失去了和观众们平等交流的机会。要知道咱们这个行业最忌讳的就是压迫感，混得一个比一个惨，幻觉是一个比一个严重，天天就在那儿琢磨，哎呀，会不会是我的喜剧艺术太高级了，观众们不笑是因为理解不了啊。不要做梦了，我的哥哥，你在台上讲的是段子，不是高数啊。我觉得就应该在他们本就脆弱的演出当中，再平添那么一点点风浪，比如说不是想逗人笑吗？这个位置咱们就放他一个刚分手听啥都能发散思维哭出来的女同学，演员在台上很扭捏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北京的地铁，女同学嗷的一声泪流满面，我爱他的每个瞬间就像那飞驰而过的地铁呀。这个位置再放上一个酷爱类比给演员贴标签的大哥，不是想上舞台演自己吗？不是想形成独特的演绎风格吗？在大哥的眼中，你演的永远是别人。演员一上来活力满满，刚要起情绪，大哥一拍大腿，哎，这个好，哎，风格酷似。哎，这个位置再放上一个知乎的深度用户，演员在台上演，他在台底下插着腰指导着演员，哎呀，小伙子有点激情啊，来一个 callback 呀，不要怕失误啊，想晋级可不想像刚才那个主持人一样过于完美啊。